趁換景的時間呢，咁容許我同即係啊，同阿妹妹傾下偈，同埋同大家傾下偈，好唔好啊？阿妹妹啊，因為咧，我哋今晚咧就係第一次同大家見面啦，同埋我哋第一次合作喎。係啊。咁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嚇，如果有咩講錯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嚇。咁咧就阿妹妹啊，不如咁啊，你趁而家嘅時間介紹一下耀威粵劇團好嗎？好啊。相信咧，在座各位嘉賓對耀威粵劇團呢個劇團咧係比較陌生嘅。OK。劇團咧就成立咗一年，咁今晚咧就首次演出，而今次參與演出嘅各方好友咧都係經驗豐富嘅粵劇愛好者。今次係友情演出大會咧，係非常之感激同埋多謝佢哋嘅。其實耀威粵劇團兩位主辦人都係粵劇嘅愛好者。稍後咧就會為大家再次同唔同嘅拍檔演出兩套名劇，尤其係第七套嘅《睡蓮如》，無論佈景同埋服裝都係非常耀眼同埋華麗嘅，內容亦都非常之豐富。咁仲有一眾有經驗嘅演員合力演出嘅喎，咁請各位嘉賓咧就不容錯過啦。好啦，報警都已經差唔多做好噶啦，咁我都唔阻大家時間，因為咧就都即係時間都好緊迫啊，咁我就略略介紹一下下一套折子戲咧就係《白龍關下卷》，白龍太子咧戰敗逃亡，咁咧就喺飛龍嶺上咧就遇到金鼎啦，咁就佢就好希望金鼎能夠放佢一馬，咁究竟金鼎會唔會？念舊情況啊，白龍太子咧，就請大家留意欣賞。丁一龍飾演白龍太子，鍾葵嬌飾演夫人金鼎嘅《白龍關下卷》，有請兩位。
人命难我下场。
之神。手下不殺無名之將，快快報上你的姓名啊！你要聽，你要驚，你要聽，你要驚，聽啊亮，驚醒啦！小姐，小姐有啊你。力外孤恩啊乐，心中身受屈，眉梢起上，我笑一声。既否一座白龙瓜，万马拥一天门，是我一面望开，私分哪领？今日合八路，作相逢，鬼门重封闭。不使我仓皇跌落，苍幽冥劈开金锁，飞龙岭，我不愿作当年关羽周墨城，放翻一条逃生的龙径啊！小王当年封锁白龙关，任谁也不能越雷池半步。我见你楚楚堪怜，动了小王怜惜之心，才有放你出城啊！金定啊，今日小王穷途末路，你要投桃报李啊！你要金定放你一条生路。恨我痴痴迷迷。
迷动了情。你各知情，是你头还我去幻影，害得我沉迷似醉酒不醒。你也忧作他星星。恨你太无情，情爱更已尽兴，前尘往事又再提起，今两阵对言，却难饶你啊！劝将生死向定听，苦暂令去怜天，绝命。
报效了。
言金定，你个无义之人啊！既否白龙关前，小获释放于离。今日我兵败屠我，来到此家，你也该容貌一善啦。谁料你忘恩负义，也不知恩报德，反要把小祸斩杀，黑争起来，你真是个无义之徒啊！更见你双目含羞，盈泪盈
杀我啦！